哇，突然打了好大的喷嚏啊！有点鼻塞了，尼宝测试，你们看一下，我才是真正的尼宝。哎，佐爷，感谢24.99，32个月。安娜娜，你好。啊，大家不用担心啊，妮妮子，她刚跟我说啦，被关3天而已啊，大家这3天好好休息啊，不要太想她。 3天后又可以再见了。嗯，不用担心。为啥被 ban 了？为啥被 ban 这个不好说啊。等他想说的时候，就会跟你们说了。 RED120， 感谢14个月。还是说刚刚那个女生是谁啊？那个黑色长发，叫魔女莎。听说是因为66的关系吧，好像她那天跟66怎样了，然后就被锁了。 来看一下我上次玩到哪里啊？哦，上一次国家很喜欢我这个城市，给了我25,000块，我现在起飞了，赶快做事。双轨帆船炮艇护卫舰，炮艇。 Commission for the royal fleet, and in such quantity.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任务哎，取得货箱。这里要过去取得货箱哎。The weaponry they ask for. 啊，我的船在哪里 ？I'm not even sure we have an iron load, do we? 我这艘船怎么感觉有点远？过来拿东西好了。25,000还很多啊，不用担心啊，我们慢慢来啊。 双轨帆船，然后再给它炮艇哦，这是什么？产品存量已满。哎，啊，马铃薯太多了，赶快外销，赶快外销，马铃薯全部卖掉。现在是要怎么拿到钢铁啊？Isn't that a curiosity? 是否准备好取货物？是的，取得货物。 然后嘞？是因为我满了吗？运送至双轨重帆船，可以拿4,000块，这个任务是一定要解的吧？把砖块给丢了。嗯，还要怎么解？货物嘞？货物嘞？ 阿斯要把货给我啊？怎么掉在地上？好，拿到了，然后送到这里啊，送到这么奇怪的位置啊？那为什么我的船上都是香肠啊？我船上怎么有香肠跟船帆啊？这个有用吗？换一个新的路线。 先从这里载上马铃薯，很多马铃薯，跟很多马铃薯，谁要买马铃薯呢？哦，他要买马铃薯，好，然后全部卖掉。OK， 接受。我的马铃薯路线这样就完成了。有一艘新的船了。 嗯，我们家怎么在负债啊？什么状况啊？好，有这一艘双轨帆船了，向这个布莱克爵士贩售，怎么把这艘船卖给他？哦耶， yeah，捡到4,000块，贸易启动，哎。
等一下，香肠，我们先把香肠藏在这个无人岛。我们先把香肠藏在这里，有一天我会回来找他的。好，先把香肠藏在这里。我们先回去卖马铃薯，晚点再把香肠拿过来。 接着是要，刚刚那一艘船，他说到港口可以把它卖掉，去找布莱恩爵士。布莱恩爵士在哪里？怎么开大地图啊？哎， merely choose the pieces. 有一个任务，叫我去接一个人，没问题。哎，啊，怎么切回去？这大地图也太大了吧！ 旧世界，哦，我要去哪里把这艘船卖掉啊？我已经开始有在赚钱嘞。应该是到这个港口，然后把它卖掉吧。哼<笑> ，One Piece 最后可能就是一箱的香肠啊，50颗，50根。 先把这艘船卖掉。这艘船也可以贸易哦，它在哪里？哦，布莱恩爵士就在这里了，他想要买煤炭呢。把船卖掉。啊，怎么卖不掉？3750块，这么便宜了。他是不是当我乞丐啊？我看一下成本要多少。成本，哎。 不用成本呢，来再买，竟然不用成本呢，我再买。I don't see you as the discourteous type. 海葬，刚刚有一个任务去取得残骸，这里有残骸哦，好，等等来处理。先把这个巨大的订单给解决掉啊，再来还要炮艇，炮艇要有钢，我觉得应该很快就可以找到要买香肠的人了。 钢铁啊，钢铁到底怎么搞啊？看一下哦，钢铁，ceasefire has ended。好，炼钢厂来了，就放在这吧。需要材料，需要钢铁，铁矿，铁矿这个地方是要怎么过去啊？我是要先铺马路过去，是不是？来，我先铺一条马路过去啊。马路要怎么铺到那里？好，马路伸出来了，建设区域被阻挡，哎，这里。 来，来点农民啊！来点农民住在这里好了。这里放一个仓库，让农夫住在这里。消防队，农夫，把垃圾清掉。这个隧道要怎么把它打通啊？看一下哦，武器，哦。 这也做不了哎，不知道怎么把它弄通啊。小型的港口，可以做一个小型的港口，架枪库房，增加库存量，是哟。好，这里放一个库房。无视你，怎么？哦，谢谢草子摆的4个月马拉松哦，时候到了就会来跑了。 点击矿床。我们要开凿山脉。好，没问题。我的妹妹跟我说，要挖山，把它给挖了。哦哦哦，开挖了。So ga，是这样啊。要多久？劳动力分配。 9 weeks，8个月，会啦，会跑的、啊，不用担心。行政办公室
行政办公室哦，这也来一个好了。需要什么？需要2500块跟20个木头，还有砖块。难道没有人在产砖块吗？人不够了啊！工人竟然不够了，工人都跑哪去了？这里怎么有建筑物烧起来了？衣服不够穿了，一拐啊，怎么什么都不够？没道理啊，怎么什么都不够嘞？应该是工人不够多吧。Father, you've missed Tickle on account of his good sense. Go on. I suggest find him in Bright Sands. 啊，大家怎么都没衣服穿呢、啊？这个没道理啊！明明就有2间在做衣服的，竟然还来不及耶！劳动力不足，是不是做香肠的人太多了？难道是香肠店开太多了吗？可是香肠就很好卖，为什么我有艘船不见了？劳动力危机，劳动力危机。Production has stopped。哦，东西挖起来，怎么办呢？先，这个时候就要再多找一些人，来到我们小港国。木头说不定也是有点不够的，看一下啊、哦，现在有1103个农夫嘞，其实蛮多的。货物不足啊，木头被我卖光光了，均衡一下好了，木头还是得留着啊，这种材料还是得留着啊，马铃薯就全部卖掉吧，猪也全部卖了，猪好难卖啊、哦。砖块也要留一点啊！对哦，原来是没有木头了，可用的耕作区域不足，烧毁。原来是有人在混啊，有人没有在伐木哦。好，换个地方给他伐木。好，你来这里，77%伐木，完美。哇，这什么新区域啊？这里怎么那么漂亮？啊、怎么有那么多废弃建筑物？这是什么矿床、欸？哎，好，真的可以挖矿了。I still don't trust you. 有人不相信我、欸，怎么可以这样？啊，我刚刚说要弄的那一艘船怎么不见了？啊，出来了，南十字星号登场。这里有人发生了船难。我们去帮他收尸一下。杜更哦，不用啊，我盖得很漂亮，怎么会需要杜更？现在这个任务真的是很难解。啊，就没有人呢、欸。这个游戏没有办法一次框很多个，同时框很多个建筑物这样子、啊。鱼也没了。好啊，鱼也留着好了。哎，鱼还很多啊！我刚刚的香肠哦，在海上啊，货物不足，先解任务。南十字星号捡到了残骸，运送到亨利的帆船上。哦，好，我已经想起来我接下来要做啥了。再来，我需要给农夫穿衣服，农夫们都不穿衣服，很扯。调整工作条件了，衣服多做几件。这个马铃薯就不用种那么多了，哦，马铃薯还可以，还可以接受。盖一栋房子给你一直住哦，当然没问题啊！我都能盖一间大间的，不用担心。完工啦！可以挖钢铁了。需要一个爆破专家、欸，哎，啊，爆破专家哦。
先去找一个爆破专家，在这附近有一个爆破专家，他应该长得很，长怎样呢？爆破专家，任务完成，得到了5点声望。爆破专家是长怎样？他在这附近啊，有其中一个是爆破专家，是不是？他应该是一个很明显的，不知道是哪个人呢、欸？这个游戏要找人很北烂。是什么？锯木厂在哪里？木材厂附近就有一个，就这附近嘛。他这附近就有一个，这也是木材厂。他应该会变成一个手的符号啊，难找哎、欸。东西啊，大家来找茬哎！这个游戏，哇塞，在哪里啊？这个什么砖块工厂？哎，炸药商店。Many fine men left Bright Sands to join you. Then Edvard struck back. He imprisoned all who were close to you. 哦，他把我父亲的朋友全部都关进牢里耶！好坏哦，这个爱德华。Were deported to Wormwood's prison, and I've heard nothing from him ever since.If you do find him unharmed, prithee tell him his wife yearns for his. 啊，丈夫被关在沃姆利监狱里面呢。我很常去那边卖香肠跟马铃薯。Place your father died. Whatever happens, 什么时候古墓山哦？时候到的时候啊，过两天吧。So there you are. 先盖一下房子。Children. How dare you?Oh, spare me the nauseating drivel. Flogging Queenie's Peachy Island in the New World to some rebel upstarts. Traitorous to the word. Father would never have. He was the Queen's stalwart, a member of the Royal Council. He hung himself in one of my cells. I'd call that a rather conclusive admission of guilt.We did not come here to be insulted. We came to strike a bargain. The demolition man. 哦，这个阿尔罕。We want him. 很会谈判哦。Oh, I vaguely remember him. Stubborn, with a loose mouth, just as innocent as all the others. He is small fry, a babe. 啊，要保释金哦。Pay every penny of his money. 我们有钱。I'll place him immediately at your disposal.我们有的是钱，要多少钱？在石坑里找到他，有一个是他，哪个是他嘞？哪个是他呢？这不是你要找的囚犯，这个吗？我们家烧起来了，什么状况啊？不用担心，我们家里有消防队的，不用怕。Workforce shortage. 就在那个石坑里面吗？哪一个是爆破专家啊？他应该会长得不太一样吧？你吗？是你吗？不是你，你吗？你吗？是这个。One final look. 编辑发布了最新版的报纸。Entirely marvelous to meet you. 我即将要破产了吗？怎么可能？你不要乱写啊 ！Our broadsheet. 你这个给我乱写。人民是很幸福的。好。要怎么加上幸福？可被宣传取代？要怎么宣传啊？要怎么把这篇给改了 ？Thank you enough for saving our publishing house. Quite the windfall after being cut loose from our anger. 用拉的，哦，是把它拉上去了。好，你比你想象的更开心。This is certainly a perspective to consider. 消费至上 ，OK。出版，这里大家都很开心啊。
censorship is not always. Poor lost lamb. 玛利亚女士不开心哎，怎么这样？我是文字高手，那我住我们那儿本来就很幸福啊，到底是哪一个？到底哪一个才是爆破专家？怎么每个都点不了啊？An influence bonus. 是不是你啊？ Oh, I've been burning things too. 啊，我们家烧起来了，声望竟然还增加了。 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 可恶，我找不到爆破专家。啊，玛格丽特，我家烧起来了，怎么这么多人很开心啊？先看一下，我家很严重吗？ Very well. 感觉应该也还好啊。 没有道路，先把我家给弄好。是哪里烧起来了？这边都烧起来了。What brings you here, Master? 没有道路，连起来，连起来。没有道路，好，连起来。 可以，啊，是这里烧起来了，消防队呢？消防队来救火了吗？哎，是不是烧的有点严重啊？好像烧的很多哎。嗯，消防队呢？再盖一个新的消防队。 好像哪里怪怪的。消防局再盖一个，正在训练消防员。没事没事，这里不是香肠区啊。啊，马上盖，我马上盖一个消防队。应该就只有这里烧起来了，其他地方感觉还好。 来哦，消防员要来了，全部都剩粉啦，要100块。等待动员，无法动员。Not enough to call it extortion. 伊莱布利克。哦，他一直在跟我买东西哦。对哦，我一直卖那个马铃薯给他哎。 好，灭火，灭火！那为什么这个消防队救不了啊？这个消防队怎么看他有没有出动啊？他好像没出动啊，房子都烧掉啦！啊，没事，消防队来了，大家不用担心。 还好还好，明明就有路，你看它这个绿色的是有接到这里的，绿色的应该就是它管辖的范围吧？哎，基本上都接得到哎，深绿色的好像就是它管辖的范围。修起来修起来，哇，全部烧起来了，好恐怖啊！好，修好了，继续找废弃。 Samuel Good's engineer. 哎，就是他。哦，找到了，原来躲在这里啊。That's the least I'm due. 5000元，拿去吧。这个人是乞丐是不是？指挥船只。 Transportation worse than prison. All perfectly. 把他引导到我家，他好像自己走过来了。谨慎选择你的朋友。A competitor's island is under siege. 有地方进入战争了，这里进入战争状态了。
应该不是在跟我战争吧？感觉还好。我这么和平的人，应该没有人要跟我战争了。我的南十字星号去哪里贸易好嘞？哎，没有需求的人就不买东西了吗？我看一下有没有人要买东西。你也去卖马铃薯好了啦。啊，我们去卖煤矿好了。我看一下。Try to make a good first impression, eldest. 哎，爆破专家来了。我好像需要一个挖煤的。这里之后就准备来挖煤了。爆破专家是到了没啊？爆破专家在港口。哦，你好，欢迎加入我们。哎，我们准备挖煤了。So, I'm a commodity now to be bought and sold. Your father treated me like a human being. 我的父亲把你当个人哦。嗯。我也是把你当个人啊！来吧，引爆！要一分钟。我的父亲把你当人看了、啊，他怎么我还是在负债啊？应该是有 bug 吧？人不够多吧？我觉得可能是工作的人不够多吧。好，可以引爆了，点燃。Who are all these busybodies? Blowing up rocks can't be that complicated. 聊天室挡住画面了，可是没地方放了。Appreciate the craft this requires. Never mind.哦，谢谢莉莉多拉贡，感谢32个月。Ready to detonate。我的居民都很幸福啊，没关系，只要我们开始挖煤矿，嘣，这个嘣就是经济起飞的声音，嘣。啊，不然不放聊天室好了，因为其实真的有点满。My apologies。嘣。Indeed impressive。Is there anything dynamite won't solve, I wonder? Oh yeah! 爆炸性的发展！我们开始可以挖铁矿了，碎啦 ！Iron into steel, steel into arms, and we shall have fulfilled our first royal commission. 煤矿啊，先来一点煤矿。然后再来个铁矿厂。哦，快没钱了，快没钱了！来把路拉过来。要多少钱？哇塞，要800块啊！没事，这里还可以住很多人呢，不要浪费了。农夫都可以住在这里。欢迎各位农夫们，这就是你们的新家，你们可以开始挖煤矿了。你们以后就可以大声的说：“我家里有矿，有钱。” A competitor's island withstood an attack. 他们以后世世代代都是这个矿工世家了，很需要。范围内没有仓库，真的假的？那这是什么？范围竟然这么短的吗？要怎么移动这个仓库？重新放置啊！仓库搬不走哎。I still don't trust you。嗯，好，建造一个高炉，高炉哦。专家不能搬，没关系，我们先卖煤炭。我们先卖煤炭。我还有一，哎、欸，阿外鬼记号、欸、啊，鬼记号在卖马铃薯。好，鬼记号卖马铃薯啊，南十字号去卖那个，
去卖煤矿吧，装上煤矿 ，OK， 然后到这里把煤矿卖掉。好，开始开跑，去吧。也东他取蜜，感谢22个月。在说啥？大家是一起努力，一起努力为我们的新世界。我是不是钱变得有点少啊？感觉是工作的人不够多哎。人民是最重要的，我们一定是人不够多。A competitor's island is under siege. 来，再多一点人。人不够多就很容易产生问题啊，人一定要多一点啊。Pure pleasure. 来，人再多一点，然后等等就可以发财。啊，这里也可以住人呢，竟然还有这么一个区域啊！哇，完美！这边就缺一个菜市场吧。缺一个菜市场，大家就可以快乐了。他们想要吃鱼肉，啊，鱼肉慢慢的要满。瓦格利特已被征服。I shall keep the receipt. 哎，有人把我东西买走了，注意哦。Another player. 皇家税收啊，还要收税的。啊，我们还有收消费税，好爽哦，5%。接着要卖掉啥呢？香肠，到底有没有人要吃香肠啊？哎，布莱克爵士也跟我买了点东西，好少哦。也苍风，感谢20个月，看一下，看报纸。看那报纸，我很开心，你感受到了一股正面的变化。哦，对啊，收入加5%，把每天当成最后一天，好好花钱。这马云有说过哎，原来1800年就已经有人说过了。这里真的幸福城市啊！看一下，大家都这么幸福，没道理我们还会亏钱的。这不可能啊！先多一点工人再说，我们要进入工业时代了。工人啊，工人想要吃面包啊！哦 ，Soga， 工人是吃面包了，他们是不吃那种垃圾的。好，我给你们搞点面包出来啊！啊，面包是用这个谷物做的哦。哦，好，我看哪里可以种这个谷物啊？我现在也没钱了。Very well. 啊，等等，等等就有钱了。先准备高炉。没事，没事，很快就有钱了。看一下哦，工人很满意，收入加5%。工人都很满意啊，没道理啊，他们想要肥皂跟学校。750的时候解锁学校，农夫也很快乐啊。满足需求就会增加收入，对啊，为啥呢？这里的农夫都很快乐啊，怎么我就赚不了钱？到底什么东西在吸我的钱啊？看一下，农夫在赚钱，工人在赚钱，还有消费税。房子要维护的吗？房子要花钱的吗？是什么东西在吸我的钱啊？房子应该是不用花钱的吧？好，我们先多一点工人，都不要农夫了，我们多一点工人。你看工人的收入高多了，
哎，报纸要来了！来来来，我准备来写报纸，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好。我看一下啊，报纸最近写了啥啊？火灾，那火灾已经处理掉了。花钱花钱，大家好好花钱了。人民大致上是很满意的。You can't just, I mean, you can't leave it on it. 出版。Of course, you know what's best. 写得好哎。I still don't trust you. 有一个人一直跟我买东西，一直说他不相信我。Pig crap. 被摧毁的建筑。货物不足， Gasparo, 耕种区域不足。One of my cityscapes will tell you all you need. 我是加尔帕罗夫，你要干嘛？加尔帕罗夫想干啥？ Majesty's name. 好啦，有开始赚钱了啦，有工人之后就开始赚钱了。为什么他们这个会上上下下的、啊？为什么他们的收入会上上下下的、啊？还有分白天晚上的吗？继续升级，继续升级。没关系啦，慢慢有赚的。他们难道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工作？这样农夫有多少个？农夫还是有一千多个。好，要开始。经济奇迹啦 ！The royal seal upon it， 幸福度哦，好，先让人民幸福一点好了。工作幸福度加一，衣服不做了，幸福度加六，啊，让工人也幸福一点了，可能是工人在不爽了。我们香肠不要做那么多了，好不好？让你们开心一点。香肠可以做少一点。好，工人爽了。I shall keep the receipt. 哎，收入飙起来了。我们先暂时不做香肠啊，先搞别的、啊，先炼钢再说、啊。先让我们的钱变回正的、啊。变回正的，然后把我这些建设都盖好。这里准备盖一个菜市场。Customs and excise, eh? 菜市场。Game safe. 消防队。然后农夫的家多一点。有啦，现在只剩负一千四啦，刚刚负一千六的。哦哦，啊怎么越负越多了？没事啊，没事。这个等等就会变了。农夫的劳动力，农夫都很满足。嗯，农夫都很满足啊，没道理啊，我快要升级了、欸。我的岛屿升级的话，国家说不定会有预算给我、啊。先准备升级一趟，农夫都很满意啊。啊，怎么越富越多了？为什么盖了几个房子之后越富越多了？这边也都是满意的农夫啊，可能是衣服不够穿了吧。The royal seal upon it. 哎，难道是衣服不够穿了？农夫太多了。马铃薯不能再降了，要发财得靠马铃薯。All perfectly legal。哦，我们让马铃薯飙起来，人民还是很幸福。没事，酒少喝一点，酒少喝一点。Know a few what's turned to factory work.我也感觉或许是该出去看看了。
the rudder. 该出去冒险一下了。Steersman， 让我们去南方走走吧，看看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发财。不然再这样下去，肯定是不得了了。赫辛瓦夫毛皮兴盛。 谁的船 ？Station. A fire consumes one of your factories. 我这艘船可以攻击吗？哎，我可以把这艘船给卖了。啊！我把这艘船给卖了不就好了 ？Ceasefire has ended. 没关系，我先慢慢的往南边走。这艘船感觉可以卖个几千块啊，上面还有煤。 走到哪卖到哪。来这里卖卖看。南十字号，希望可以卖到4000元。农夫的收入是越来越低啦，可能不该让大家穿衣服了。If I find there is anything wrong. 马铃薯种太多了，大家还是幸福一点好，就正常的工作吧，正常的工作我觉得就能赚钱了。好，港口到了。3750，我考虑考虑。等等再说。3750。 哦，多做几台来卖好了，反正也不用钱啊！我多做几台来卖啊！我要发大财了。好，发财喽！这里在干嘛？美丽老船号，嗯，我改卖军舰了，这是一个港口。好。 我卖给这个玛丽亚女士，看能不能卖贵一点。得得得得得。Ready for assignment？ 哎，这里卖不了哎。好啦，就卖给这个国家好啦。 这个卡西娜女士，我跟她感情好一点。哎，旁边有任务哎，卡西娜女士有任务。Not so long ago. 哦，4000块，好，运送东西，这当然没问题啊。助人为快乐之本。I shall keep the receipt. 取得货箱。I like the way you set up. 好，货物拿好了，送到这里 ，OK。 我新的船也快盖好了，多弄几艘，全部卖掉，起飞。 Ship constructed. Fleet ready. 成群结队，啊，拿到这里卖好了，卖给我的爱德华叔叔。然后等等就可以开始搞肥皂了。 爱德华叔叔不知道多少艘哎，好，我的船要到啦，海象号，我卖不掉，到底哪里才是港口啊？到底哪里才是港口啊？造船厂。
阿外鬼记号怎么在这里啊？为什么我的鬼记号不去送马铃薯，然后待在这里？算了啦，还是到这里来卖好了，其他地方不知道怎么卖。You have something for me. 把东西丢上去。Commencing escort. 好卡哦。You can't keep it. 好，丢给他。任务完成，发财。OK， 可以拿去卖了。The consummate professional.卖到这个地方好了，这里感觉挺好卖的。我有新的船了吗？冰端号，水哦，拿去卖，拿去卖。Adjust the sail. Pull up your braces. 为什么？有一个任务，让我来吧。请去他船上取得黄金，黄金哦。Have you heard the expression a...好，我来拿点黄金啊！这也太远了吧？是我的船开很慢吗 ？I have ships in many. 这个灯塔。Her Majesty might. 好，黄金，然后送到灯塔，然后刚好把自己卖掉，完美。This better not be a con. 卖掉。卖多少 ？Don't touch. Don't touch. 3750卖给你了。海象号卖你了。睡了，发财了。钱都回来喽。Ship constructed. 再来肥皂。We've run out of cabins.一直没有在炼钢吗？范围内没有仓库啊，没有仓库啊，对吼，难怪一直没有钢铁。好，放个仓库出来。OK， 完美，开始有钢铁了。五吨的黄金怎么还没到？这也太远了吧！还有没有在造船啊？接着要有很多木头，暴雨号，暴雨号，好，拿去卖了，拿去卖了。冰端号3750卖给你，成交。A competitor's island is under siege。再来要把这些黑檀木怎么样？送回来，再把它送回来。OK， 不会啦，我很有钱的，人要相信自己啊。Game save， 我要先保证木头的量。保证木头跟船帆的量。居民有任务哎、欸。我们想比比看谁比较强壮，结果是我赢了。可以给我一点砖块吗？好，拿去，给他们六个砖块，拿去，送我一个木质的模具，可以装在工会。工会在哪里？工会都还没盖呢。哇塞，工会要2500块啊！ Brought some joy.Ready for assignment. 任务完成，有了，有钱了，有钱了，有够有钱。工会盖起来，肥皂快要有了吧？可以开始产钢铁了。啊，有铁了，有铁了，还缺啥？哦，他是缺钢铁，钢铁不足，加一加一，他们出来就是钢铁了吧？还是我还要另外再弄钢铁啊 ？I'm confident it's ready to go.
啊，还要在一个高炉来弄钢铁啊！原来如此啊！高炉要多少钱？可以干了，好。OK， 这样就开始产钢铁了，又有报纸哦。破产？怎么可能？花钱，花钱，消费至上。走，有人订购的军舰，等一下，军舰还在升哦。Very well. 每个月都要告诉人民，你认为这就是好的吗？人民快乐就是好的。You lost an influence bonus. 看来那个什么玛丽女士是不太懂啊。Withstood an attack. 好，我继续卖煤矿了，建造武器工厂。要开始打仗了。More flexible than you imagined. 先把这个炮艇什么的给卖一卖吧。A competitor's island withstood an attack. 炮艇。哇塞，要好多东西哦。You're not the chosen one. 是不是木头有点不太够啊？木头其实花的有点多哎。这个无法拆迁呢。我需要有人去伐木，是不是？这个拆了。哎，让人家去伐木啊！伐木场。哦，来两个伐木工啊！啊，我怎么又没钱了？不可能吧？等等，又有了吧？这个负债 ，All in Her Majesty's name， 都只是一时的。负债都只是一时的，大家不用担心。马铃薯田怎么全部都烧掉了 ？If I find there is anything wrong。什么？他威胁我，他跟我宣战。啊！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你按叉叉的话，对面不会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已读啊。I am the wrath of the Furies。哎呦，他很生气耶，为什么？他看得很生气，他给我一个运送任务，没问题。有人向我们宣战，怎么办 ？Stay good, leave the evil to me. 坏事交给你。好。好，轨迹号，来一下，解个任务。好啦，我看也只能打了，是不是？Is X great rainbows? I have a keen flint in my. 啊，他也想打我。你先不要啊。先不要，先让我解个任务。为什么要打我？到底为什么要打我？啊，他们到底有什么毛病？没事，假装没看到。噔！我强力谴责这种行为啊！他们完全不知道在搞啥，人与人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The royal seal upon it。哎，假装没看到，你看就没事了嘛。To destroy me, you must destroy yourself. 好像突然又有事。你的船正在遭受攻击，完蛋啦！我的船被攻击了。Ship under attack. Ship under attack.
那怎么办？我家都烧起来了。A ship was destroyed. 我的船被打爆了、欸。Finally, it's getting exciting. 哇，荧光战舰号。I'm so thrilled you can be taken apart. 这群人真的是死要钱哎、欸，没看懂。啊、I still don't trust you. 啊，怎么会这样？工人劳动力工作太多了。啊啊，怎么办？真的想处理我吗？我这里人民很幸福哎、欸。布莱克爵士重视与你的贸易。完蛋了，他好像想一直搞我哎、欸。不好说，我说不定可以东山再起。也台式鲜肉包，满就是三个月。黄金粥，黄金粥放几天啊？你的一条航线出现了轻微的问题，难道是有人不跟我贸易了？啊，怎么了？我战败了，怎么回事？我家都没被打就战败了？哦不，我挂了，什么情况啊？啊，我不是家里都没被打吗？啊，我已经懂得怎么经营了。我们就这样被统一啊，全都是梦一场，梦一场。好，我懂了，妹妹，我来了。我应该是选错人像了，我刚刚那个，我要长得和善一点。好，再加上这个石油的标志，我是石油大亨，我叫做安密利，安密利安格莱特史东尼，有点太长了，换一个好了。好，我叫做威比扬卡布兰德比扬卡好了。OK， 游戏正式开始。上次做了这个梦，我好像知道前面会梦到什么了。Dynamite fishing. 一定要先炸鱼吧。一定要从鱼开始炸吗 ？The village. Remember. Here it is. Just. 来炸鱼。You're just destroying coral, you clown. 好。You couldn't hit a cow. 把鱼都给炸了。What the chimichurri was that boom? 把鱼送过去。新世界即将开始。哎、啊，看到叉叉了。What are you layabouts going to get a job? That bird. 哎，他到底要不要收我的鱼啊？为什么他、啊、这个出现的时机都有点怪怪的？就这样，我回到了我的家。第一章正式开始，兄弟两人，我与我的妹妹，兄弟两人即将开始。美丽新世界。What? Still here? Establish. Let Uncle Edvard. 来吧，我的妹妹，建造一个市场。啊，这一次我要先，我应该盖这样子好了。好，这里一个菜市场，路接起来。我先把这个房子给规划好，看到没有？完美，人人有房子住。好，再来把房子塞上去。农夫的住所。You reached a new milestone. 啊，塞错地方了，杜更一下。
一个一个放好了。农业开始。啊，怎么塞不下两栋？ Do you remain here out of spite? 这样也行吧。Or is this some futile attempt at competition? 哈，怎么塞不下两栋？我原本是想说要塞两个，算了吧，也还可以啦。开始吸引农夫，接着要去访。Miserly, uncharitable dastard, picking and choosing what he inherits. 伐木场为什么这一次没有写几趴？哦 ，Timber, very good.I'll try not to think of the coffin. 哎，改错了。锯木场。这两个是不需要跟啊，他们是不需要跟马路接在一起的，只是旁边有仓库的样子。See what slander Edvard Prince and Bright Sands. 完美，这里的没放到，这里一个。旧金爱德华，这报纸又在乱写了。我是劝大家不要看报纸啊，这是欧北下。好，开始吸引人了吧？现在有多少农民了？45个农夫了。We're taking every. 伐木场正式开始运作。没有仓库，啊，没有仓库是要怎么运作啊？现在就没木头啊。哪里有木头？应该在地上可以捡到木头。Peddlers say there's nowhere to take it。范围内没有仓库，现在还不给我清废墟啊？没事，他等等就慢慢的送过来了。来，再盖一个农夫住所，再一个。马上就可以吸引到50个农夫了，一起来快乐快乐！快来哦，农夫！农夫很幸福。嗯，开始做木头了，仓库也差不多要有了。对啦，50个农夫可以清理了。Father wouldn't have wanted us to sit on our hands while our one. 哎，没有仓库怎么看得我的存量啊？哦哦哦 ！So let's gather our townsfolk and ask them to spruce the place up. 哇，这么多木头，稳了！我读更了，我也想知道。妹妹想要盖渔场，没问题，渔场来了。OK， 渔场放在这。渔场应该是不用马路吧？来，再塞下更多的农夫。塞不下了吗？又没木头了。行，接着要找到100个农夫啊。为什么？我原本是想要塞2间进去啦，想不到2个都塞不了2间呢。算了，就盖这样吧，比较不容易烧起来。对啊，以人民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样子舒服很多，好不好？这样大家都是邻居，而且还是有这个自己的空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花园。对啊，你看现在那些大楼都盖的那样不行啊，全部都挤在一起，那肯定是不够美观的。身为一个设计大师，我看不下去了。好，等他自然的吸引到人吧。来吧，农夫。竟然是持续的负债耶。啊，还没有开始赚钱啊。农夫们都不工作啊。范围内没有仓库。哦，马路没有接起来。啊。Help enough to demolish the large ruins. 可能是鱼不够吃吧。Let's breathe some life into this place. 需要闲置的海洋。为啥放不起来？可以了，放这里。要开始赚钱了，农夫开始赚钱了，赚20块。哇，好多木头啊！来，大家要开始喝酒了。喝酒，种田。消防队先放一下，这里一个，这里一个，好，这样很稳。A farm? We know fields. 啊，要来种田了。第一片田，田就种个两片吧。得得得得，要不再多种一片吧？哇，种好种满。对啦，人不够了。农夫不够了，没有人来种田呢。一定是以农立国了。国家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农夫。那接着要什么？要酒吧。来，大家来饮酒，放在这。缺马铃薯田啊，竟然还不够。再给你一片呢。嚯！好巨大的马铃薯田哦！是不是农夫不够多啊？为什么又没在赚钱呢？好，放这样吧。来，更多的农夫。完美。农夫需要什么？他们想穿衣服了。I feel sick to the stomach that Edvard could ask. 农夫准备要穿衣服了。现在养绵羊，绵羊我们就养在这个东部好了。绵羊。绵羊。养在这跟这吧。然后两件，两个做衣服的，OK， 完美。介绍羊圈，羊圈，要不再建一个公园啊？公园啊，这肯定要有啊。你看美不美？Your
people are recovered and desirous to proceed. Set them to it. We're going to need as much. 快问我为什么留这个花园？成熟的大树。